用压力煲炆鲍鱼完全冇压力啊！等我话你知啊，鲍鱼本身冇乜脂肪，需要肉类嘅脂肪令佢更香腍软滑，所以配料都好重要噶、啊。要有飞咗水嘅鸡脚、猪展同埋糖排，想要鲍鱼入味就要放金华火腿同瑶柱啦。再加埋烧鸭头，令味道更加浓郁。当然唔少得煮个鲍鱼啦，一隻隻平放好之后，再加埋老鸡同埋水。依家啲压力煲可以因应鲍鱼大小而调校烹煮时间，会自己炆煮，唔使睇火就可以整到吸尽百宝精华嘅美味鲍鱼啦，真系完全冇压力啊！以后大时大节就唔使再担心要煮啲咩啦。开仓优惠，全城最抵，一度卖断市嘅包心刺肚煲，开仓价1690，再送910蚊礼品，唔买就笨咯，即刻上 Big Big Shop 送货啦！